我是乡村大叔，今天呢在家里挖地啊，挺辛苦的啊，再给大家看看，你看看，看这等只有来，你看这个小伙子，你看多硬气 ，Hello， 你看多卖力是不是？这种活可能只有那种农村的朋友才干过吧，是吧？那还有这位小妹妹啊，小朋友啊，也挺卖力的。来，小朋友打声招呼来。Hello， 加油啊，快点啊！有多少朋友干过这种活呢？还就是真的是苦力活啊。所以说啊，小朋友，特别是你，读书是要好好读，知道吧？加油，就不用干这种苦力活，知道吧？真的，我们是过来人，这种亏吃太多了，知道吧？加油，知道吧？读书啊！来，那个小伙子，最近有什么打算呢？打算多挖点土，多挣点钱。然后呢？你要多娶两个老婆。你太贪心了吧？啊，老婆还多娶一个够了啊！不能太贪心了哈。开玩笑的啊。知道你开玩笑的啦，一个人就行了，对嘛？等一下，好，小心点啊，安全第一啊！给大家看看这种辣椒，朝天椒，对，应该叫朝天椒才对。你看，这种是那种超级辣的那种。好辣的哦，是不是？外面卖好像要十块钱吧，十几块钱一斤的。挖了点，还有红薯的。来，小妹妹加油啊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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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刚刚呢，偷拍那个小伙子跟小朋友干活哈。好了，今天就。